真佛密法从来就没有教人养小鬼，这是重点。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来看2016年11月27日在台中甘露精舍，莲生活佛卢盛彦特别主谈了一场瑜伽堰口地藏王菩萨超度大法会。我们就来听当天法会过后莲生活佛的法语开示。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两名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16世大宝华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大吉上师，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的堰口主尊地藏王菩萨。师母，各位上师，图登师弟，仁波切，各位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这个甘露精舍的住持莲火上师、莲士上师、莲主上师，那么今天的瑜伽堰口，那我在这个闭眼的时候，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那么有看到这个飞机看到飞机，看到这个空中的这个飞机在飞行的飞机，然后可能是有这个仙人，他坐在这个飞机里面，他出了事情，看到这个。不知道诸位不知道诸位在座的有看到什么吗？有没有人看到什么？我们眼睛闭起来，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个仙人，也就是这个，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自己的祖先现在你们面前在座的有看到吗？我天，没有看不到，从来就新加坡当兵嘛，看到师尊在大手印的时候，那些幽灵天不是黑色暗很暗的颜色，手一打好了就好像发亮这样的哇，那这样就是表示今天的这个瑜伽堰口非常的殊胜而且圆满。应该都会有人看到的应该都大部分都会有人看到，他看到他可以做一个证明。其实要看到很简单，只要在你打瞌睡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你看到了，那个是真的。如果你打瞌睡睡着了，那就是梦到不是看到。当时我的祖母跟我爸爸，那我看到我爸爸是跪在前面顶礼跟我从上师念那个四皈依的时候，那我的爸爸跟祖母站在我前面。哦，
好的，谢谢。他爸爸是，他爸爸跟祖母是今年刚往生的，所以那里有特地把他设那个就新王的面盘。哦，所以这是有福分。对不起，师尊，因为我祖母跟我父亲他是在生前他不知道他故意根本就有丧失，那我是在我他们往生前，我在五年前我已经帮我祖母跟爸爸皈依，跟我传了上师，那我带那个皈依证书每次法会都来灌顶。那我祖母跟我父亲往生的时候，我在他们的灵坛前禀告他们已经皈依根本传承上师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般来讲起来，你如果能够做禅定啊，能够有这个禅定这样子的，大部分都会有看到。不然的话，一般人都是在打瞌睡还没有睡着的那一刻他看到。哦，双是双连。啊，大家好，师父好。大家好，我看见释迦牟尼菩萨很帅，很年轻。哦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地藏王菩萨是很圆满，也圆满的相貌啊。哦，可以想他这相貌是非常好的，他看到很帅很年轻，那是正确的，那是正确的。那么在这里也祝福这个啊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双莲啊，还有很好的姻缘会出现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宜家宴口，其实很多的里面有很多的活菩萨，像七佛世尊呐，七佛世尊，他本身他的这个都各有作用。每一尊呢，像多宝如来，他有多宝如来的作用啊，像那个甘露王如来，他有甘露王如来的作用。这个妙色身如来有妙色身如来的作用。树代表我的心灵。